这是我们居恩家第一件毛衣，是微小低领，微小高领大概在这个阶段，它是微小低领，很方便，它可以保暖，但又不要太高，然后到室内坐捷运啊，坐车啊，然后不要太闷热，而且你看它弹性一样非常好之外，一样做的非常漂亮的螺纹之外，你看它整件的麻花。后面呢，这一次我们让大家加背影杀手，是比较素面、比较典雅的女孩，它这边也是做宽螺纹，真的好美哦，而且眉色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少看到，它不是正红色，它是有点番茄红，就是那种口红很流行的番茄红，所以它不是正宗的酒红色，太正宗的酒红色就会有点老气了。还有如果你是自然肤，不是那种白皙的，我觉得你就很难驾驭，但是这一件我觉得是 OK 的。我视觉上看它就是那种薰衣草或是紫罗兰那种很漂亮很梦幻的紫色，它特别，它侧边做到这里，素面是从这里开始，对，超级贴心，就是往后一点，它不直接给你切下去。如果说你会怕红色可能太喜气，然后粉色你又不是那个路线，然后紫色你又不是浪漫路线，那你就带我身上这个米白色，总是最简单，不会出错了。